八分，各位请自备咖啡上紧张，可能是会互相碰撞，而且可能会互相的挤压等等。这边来讲的话，我想这一个部分检验的目的，最主要是预防、用于治疗，而且能够达到当下我们的一个在做做身心变化都在学校的话呢，我们的一个地点可以先做一些安全的一个防护。那或许也许这个地方也会坍塌等等，也不一定。所以说来讲的话，临时应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说的是临时应变能力，包含这个礼拜一在十点出的时候，临时就有一个核电机有一个停顿。所以说来讲的话，不知道当下各位在教室里面做的哪些动作，你有没有趴下？你有没有停步？你有没有稳住这样子的一个做这样的一个过程？然后有些可能还会带着各位出来就地去做一些实际上的一个工作。这刚才讲的话，在临时应变的部分，校长还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演练。但是事实上来讲，我们在疫情当中都发觉到，真的是台湾在整个地方地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运动当中，它是非常频繁的。所以说来讲。